你在哪？大姐，真久无看哈，你紧通电警方因过来，我过来看卖咧。恁两个把门掀开。这，你会当看麦啊？椅仔下骹有装啥？麦听到，只要椅仔是一个开关，你若是敢站起来，炸弹马上就爆炸。以后你着买想要看到可小心。像我起来，炸弹就会爆炸。 你这款性命电话手提，啥你是我小弟，伊的先生应该由我来决定。你要跟我，放手。这位先生是你的男朋友啊？是啊。拄则在那个议长面头前，你无要承认我是恁男朋友，我讲我是恁男朋友的代志，是咪造成你的困扰？ 今日伊顿阁查你是走袂去的，林哥，就等你准备要坐总裁位置啊。两千年久我无消息，你莫阁有遐个，叫我替你做代志。要若无，我即马马上敲电话给警方讲，仓库有问题，因就会使来抓啦。我替林哥甲冻落石头盘走，你竟然反头搞加一撮。当天哥拢甲你，当作是伊的女朋友呢？我把你过婚，搁娶一个囡仔。 所以我甲田伟的代志，是不是会当行到最后，还阁有怎样？啊，你不是刚刚说今天要回啊？刚刚你无想要做我的大嫂啊？哇！啥代志做亲家啊？明月，你哪会在这？大姐，真久无看哈，你紧通提警方因过来，我过来看卖咧。恁两个，把门掀开。这，你会当看卖啊？椅仔下骹有装啥？麦叮当。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